乔科维奇，法新社。体育中心综合报道，澳网男单第三轮，前球王乔科维奇 Novak Djokovic 今天在比赛中一度因伤接受治疗，仍以直落三击败世界男单排名第23的西班牙好手拉莫斯·维诺拉斯 Albert Ramos Vinolas 晋级16强。挥别肘伤休兵大半年阴霾，乔科维奇这场比赛耗时2小时21分，以6-2、6-3、6-3获胜。他下场将面对世界排名第58的南韩新星证券西班牙好手拉莫斯·维诺拉斯。乔科维奇全场有2记艾斯球 ,Aces 3次双发15,一发得分率 80%, 二发则有 50%, 有5次破了对手发球局，制胜球有37颗，非受迫性失误有37次。拉莫斯·维诺拉斯有3记艾斯球 ,3 次双发15,一发得分率仅 60%, 二发得分率为 51%, 非受迫性失误有21次。乔科维奇拥有12座大满贯男单冠军，有6座来自澳网，分别为2008年、2011年、2012年、2013年、2015年、2016年与昔日澳洲名将艾默生 Roy Emerson 并列赛史第一，他要挑战生涯第7座澳网冠军。乔科维奇，法新社。乔科维奇受伤治疗，法新社。西班牙好手拉莫斯·维诺拉斯美联社